高尔夫球教练开办室内高尔夫球馆，教练团队加现代设备助学员提高球技。武汉移民安省创办国际高中，帮助各国学生融入多元文化。广西移民温哥华经营午餐配送生意，发展迅速，短时间积累近30个客户。城市电视星期日播出，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